湾票。这一次有这样的差距，其实象征的是我们真的台湾公民觉醒的力量，象征的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民主绝对可以赢过我们的民粹，也相信我们台湾未来要走的方向就是小英总统过去四年所带领给我们的方向，我们要持续的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走向开放的市场，走向我们未来看到大道，大家说好不好？那因为我们现场的画面呢，在我们的小英2020小英连任发言人的脸书，我们都有直播，然后那如果有。